先书，因为我们考量到院长这个年纪也比较大了哈、哦，所以刚刚院长就是以象征性的。为什么刚刚院长一坐下来，伊讲我先签一个，就是因为今仔是咱异族同乡会返乡在这个地方所举办的温馨签书会，有要拍头啊无？哎，这方书内底494页，院长你那个查者，伊有特别讲，伊是二月出世的，伊这个时阵，伊的二月的过程内面的当中有写494页，到496页的时候，院长也特别提起了，在他如何念兹在兹，咱这个时阵的二月，新入的咱这个异族同乡会。集结了咱大家人的旅北，就是因为伊大学的时阵，伊受到台北咱的一寡旅北同乡的帮赞，所以伊这个时阵的回馈心，伊上重要。今仔日要这个智慧花生糖的这个贡献，嘛是希望，予咱伊这个囡仔会当认真读书，咱会当读书，就会当做好事。哦，啊，这一切拢是因为咱的院长，啊，因为咱由于时间上的问题，所以咱今仔日先予院长办这个所在，先办这个签书会，咱郑重邀请。同时，这本书爱来感谢真侪人，就是有咱这个远流出版社，同时嘛是咱的异族同乡会创会理事长王磊，啊，王龙仁，哦，王理事长。以及今仔日嘛是规个咱的签书会收尾来吼帮忙的，就是我们金石堂的创办人，我们的钟正刚周董事长。同时，今天现场来了非常多的粉丝跟贵宾，我们的戴承志戴老师，以及我们的院长仁宗院长，我们嘉义啊嘉义长林永院长啊，那当然还有非常多，我就没有先一一唱名啊，这个。真抱歉，啊，刚刚那个乡代会主席特别走来讲吼，伊吼就伊是吼，啊，所以一切感恩，郑重邀请院长为我们说几句话，掌声鼓励。彭家伟理事长吼，各位，同乡会啊，还有这个，那是我们一直的这个压塞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也同学接过话的压塞哦，啊，今天我非常感动。这个所在是我大汉的所在，我的母校，但是啊，吼，我少年变过个农民，一点头前，我呾大姐迄个真大个光辉，留学生吼，我考掉吼，啊，所以伊就个目标，我呾。在这个土地上，去一个那个地台啊，那吼，好景，这个好好景，伊就欢送我。本来大家要做伙食饭嘛，我无爱大家要食饭，所以大家同我签名，签名，伊就，反正伊就过好。伊一个澳门个头前个兄吼，啊，今天啊，这个人西啦吼，我遐热个啊，同啊，晚上我讲伊喝掉，一阵雨降啊，那不要紧个，我个。所以，今
无法想着真个代志啊。真真正难的，变到安尼，收声收这个，国民校的老师，尤其是三年的时阵，这个吴先德老师，是我一辈子的恩人精神一道何处不存伊个过路啊啦，但是吼，伊是迄个报纸的迄个诺奖奖授科毕业，了后从来遮教书，伊还好教的话，毋是像我登山啊、练力啊、唔开啊，伊个真侪。受伊影响真大个，即个年轻人吼，伊个精神教育吼，有两个遐功劳个老师吼，我真怀念个。六年个时阵，大学生都迄个李永仁吼，伊台中师范毕业。就来遮教书，因太太我呾直接来教，迄阵伊是吼，他知识方面个吼，即、這个精神人格个训练吼，是即个吴先德老师，我即一辈子不会忘记吼。他的对我们的影响，所以后来去读这个建老的，属于台湾中心的这个音乐校，去阵去广州，去台湾中心爱做了，去。广州读册，读了毕业，转来最早期的咱个迄个经过就对了吼。尾啊，伊我呾去爱读册，伊厝我呾家庭无讲偌个，但是我呾去日本去比我读大啊，但是啊，家庭我都能支持，我转来，转来了后，尾啊，去迄个做军官，家己个军官，迄个老师吼，阮迄班个练力啊，腹酸啊，即阵个啊。在把握这心力，心有心光的，我就把握中分。因遐个中分啊，遐个地方，一个日本人，会点怎啊留互伊，所以，经济方面真好，伊个拢无邪恶啦，但是，他即阵也是袂讲，只呾讲，即同学讲，伊个同学呾即阵落去个，阮伊啊客窑啊，客窑做伊面头个啊，来讲个，客窑交十八个，啊我咧讲，即个就是树翁啊，我去南英就是树翁啊，阮厝，即个客窑个厝个中间即个树王啊，伊是去钓南鹰个，啊要找伴，因为火车公路
五点半伫咱伫咱家办，迄个是吼，啊伊早时啊五点半话啊，啊，即个要袂天光个，啊即路真暗吼，啊所以因个家长来找阮老母，叫阮老母互我来做做，啊去，我根本就无考试啊，我连试做半期吼，伊讲。当初不是偌好个学校吼，啊，你即个成绩怎啊比伊，伊就怎啊互伊比，到尾啊，阮老母啦，甲我做做迄个指导，啊，阮老母伊就我呾真感谢伊吼，伊就呾呢，嗯，真嘿好。好，来。
就是用真正真心的感动，就是伊对咱这个年龄的感情，今仔才搁转来到这个所在，啊，相信每一个人拢有感受的。伊对咱这个人讲，就是咱爱做代志认真，认真做好事，认真做好人。上重要就是爱读书，较有智慧。咱拢是同齐的一个所在，真辛苦的所在，比较较散家的所在。但是义长就是咧，每一个人讲，互逐个人会当认真读书，要改变咱人的命运，咱爱认真做咱内心迄个主人，爱有善良的心。今仔日等来义主国小。那因为今仔日咱有真侪活动要进行，哦，外口连咪阁有27块桌，义竹同乡会有27块桌，他妈外口已经差不多有200人在遐咧等。啊，咱咧即个迄个同乡会内面，即、這个智慧发生堂是一个温馨的签书会，所以咱因为有一些程序要办的关系哈、哦，啊，所以咱这摆先第一个就是来一个大合照，哦，啊。有摕到主的，你就摕安尼起来看，咱做一个大合照吼，安尼好无？吼、哦，啊，那我先邀请我们那个义竹同乡会的这个就好，咱请邀请义竹同乡会，你敢说出来吼？来讲。好，等一下吼、哦，一二三，耶！好。好。那我们待会的一张吼，就是大家就原在原地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还是大家全部要挤过来，可以吗？如果全部挤过来，就变成这边做摇滚区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赶快小朋友，三、二、一。好 ，OK 嘞，只有一本而已，就是后面买一本，只能一本，只能一本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开始。好，等一下啊，好。等一下，来第六，哎，没有，我们往后，对，这样他们就可以猜了。这个，对不对？第五，啊，第四。这个是教育处处长啊、哦，来，你来这边那个演讲，演讲多少好听？哎，要旁边两位先，谢谢，他是这样子，好，我这样好吧，就这样子了，好，就你们四个，就不要再说这样子了，好 ，OK。请问一下，那个智慧发生堂，请问那个有知识的地方，对的啦，这个太重要了，这里，这里智慧发生堂，哦，哎，对，我们刚刚，对，而且有点子，一二三。OK， 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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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